你拿着这么破东西在这拍啥呢？你拍谁呢？我说你拍谁呢？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我路过这个地方，发现有个房车陷车了，我打算去把这个房车拉出来。我拉车出来啊！我帮忙拉车出来啊！从我这公司口子这走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你车开过去啊！我把他车拉出来，把你的车开过去，我再给你说一遍。听见没有？这不是我这个地方，不是说谁想拖就来拖的。你有救援证没？那行了，我不说了。救援人需要救援证是？救援需要救援证。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的规定。我不知道那有个公共卫生间的事情。你先不管这个，他既然人在这儿，我们让他帮忙帮忙救一下也不行。我帮他拉不行吗？把你的手机去掉，不叫救。这是我的手机，你的手机我。你拉。拉你试试，我拉出来我就走，我记录啊。我们核实完可能还得一段时间，具体情况才能告诉你呢。核实清楚这个情况的话，要处理的话可以联合其他的单位，在景区那边的话会联系我们这边敦煌市综合行政执法中心，会联合他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